我发生咁大件事，你做乜唔同我讲啊？你点知我病噶？我知道晒啦，阿king又识你撇你啊嘛。啊个水仔啊，死口唔认我一句答两全喎。喂，查实咧系你撇佢先啦，定系佢撇你先啦，定系佢起双飞啊？我哋两个唔夹啫，你唔使帮我讲嘢，你同我讲得噶啦，我帮你出头，不嬲都系咁噶啦。我哋两个唔夹啫。 赖先生，呢份系你嘅验血报告，医生会按少少翻，会详细同你讲。哦，唔该，成日报告。癌症人嚟噶。哎呀，都咁熟都唔怕咩丑啫？癌症指数升高，喂，呢个就系我哋检血未确诊个大病啊！惊晒你噶，原来。你医生嚟噶，你知道癌症指数高低只系指标，冇乜大不了啊。你话啲咩 cancer？ 你俾我睇下，仲要咩？你已经过咗几年啦。我系你老友嚟噶，我要关心你噶。大小姐，呢个系上次订噶。哦，唔该。你讲啦，冇屈住屈住，咁咪抑郁噶。你都出嚟分享，等我帮你分包啦，好唔好？你真系想知？我好想知啊！你自己睇啦。咦 ？What the hell？ 软噶 ？OK。 其实我同 Oscar 都几夹噶，我都当咗佢结婚对象。但原来生命上咧，有好多嘢咧都完唔到噶。突然之间我发现我有乳癌，我知道嗰阵咧已经太迟啦，切除系唯一嘅方法。但其实 Oscar 好好，佢起初都好照顾我噶。 口若唔介意，但實情都係介意，最後都係分咗手啊！所以你上次撞到個 X 咧，你又癲曬咁樣嚇。喂 ，Cheers！ 唔係因為，咁啊，佢接報自己都係因為你，就因為你貪心忘舊，始亂終棄，就係因為你出面搞三搞四，呢度唔係診所啊！我而家要用女性嘅心態鬧衰你。 你夠膽講你冇第三者？你夠膽講你唔係同 model Kitty 一齊？你夠膽講你唔係貪佢身材好、皮膚緊緻？大周太就令我諗通啦，我嘅存在唔係為咗取悦啲男人。如果男人淨係中意養靚身材正嘅，咁就算噶啦。所以我最終就決定嘗試同阿 Ken 開始。你同阿 Ken 講咗咧？其實我一開始同阿 Ken 好夾，好開心噶。 直到有一日，佢话陪我去朋友嘅船边玩，所以我就决定同佢坦白讲。其实咧，我唔介意噶，即系外表唔紧要嘅，最紧要系心地好嘅啫。其实呢个系涉及性嘅问题，你都有正常嘅性需要。 你都希望对方有一个正常嘅身体，唔过分噶。所以就算你真系介意嘅话，唔代表你心地唔好啊。其实我都好难接受我自己系有缺陷嘅。你唔需要即刻答复我。如果之后你唔再喺呢间 cafe 出现嘅话，我会明白噶。再见，逆时朋友。 我依然每日都喺咖啡食早餐，而阿 Ken 最后都冇出现。